到底怎么了？难道这里有好吃的吗？哦，我看看，也分给我一点吃吧。哎呀！看他去参加奥运也没有问题。哇！呀，我也没说过啊，我在之前那所学校是田径队、篮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的代表选手哦。哇，好厉害哦！我很厉害。哼，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怎么办啊，小梅子？这次运动会的 MVP 可能要换人当喽！你是为了这个才运动的，你这家伙！你们也真是的，运动会是让平时功课压力大的学生透过运动适度的舒压放松心情而已 ，MVP 没有任何意义。哦，小梅子，哼，是这样啊，所以你去年才会那么拼命的吗？哪有啊，是因为你想得到 MVP， 我们班的人有多么辛苦你知道吗？挺厉害的嘛。哎呀，你的记忆力还真是好，既然记忆力那么好，怎么不用在读书上面呢？走吧，敏智。你说什么？真是的，要吵架。让开。啊，多多你没事吧？对不起，小梅子等等我。小梅子，你是真心的吗？啊，什么啊？你在教室里说的话呀？你说不会在乎什么 MVP， 用快乐的心情享受运动会，是真的吗？当然了，小梅子，看到你终于懂事了，我真的觉得非常欣慰。你也真是的。再见，敏智，明天见了。好，再见。对不起，敏智。哼，哼，哇，身体觉得轻松多了。啊，对了，小梅子，明天上学别忘了啊。怎么样啊？速度比昨天更快，这种程度都可以上电视了。这样就对了，今年的 MVP 哦，非他莫属，未来一年的文具有着落了。笔记本还有水彩会给我，对不对？那我要蜡笔。跳得更高，跳得更远，好玩又刺激的弹跳吧！来，大家置换喽。那么，爸爸先开动喽。把你的手拿开了。为什么？我的大女儿，这些都给你吃。来，马上就要比赛了，要吃饱一点。妈妈也真是的，别人看了还以为我要参加奥运呢。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哪有人这样的？那我们吃什么？拿去，你的。啊！哎呀，你们也不要生气，反正鸡蛋长大了就会变成鸡呀。啊，我吃饱了，那你们就慢慢吃吧。哇！不是这样跳，情绪表达得再强烈一点。你要把我们民族的恨透过舞蹈表现出来，要眼神哀怨地倒下来。小梅子，你一个人重来一遍。
这时候要伤心哭泣。昨天好像吃太多了。慢慢转一圈，然后激动地倒在地上。小梅子，我叫你倒在地上。什么？小梅子就快要上场了。什么？快过来！好，来吧。预备！胜利是我的，我先走了。切，你休想！梅子第一名，他是谁家的孩子啊？怎么这么不会跳舞啊？就是你的孩子。啊、我们班的才艺表演得到很热烈的掌声。跳得好累哦。我果然不适合跳面具舞。怎么办呢？这样下去会不会被追上？不会的 ，MVP 是小梅子的。最后只剩下接力赛的，不过恩熙跟小梅子刚好在同一班，不管结果如何，两个人都是同婚，所以恩熙绝对不可能赢小梅子的。老婆，冷静一点。已经分出胜负了，小梅子，你跟我是同一班，是你运气好，这次就这么算了，下次我一定会赢你，得到 MVP 的。随便你好了，不过我告诉你，这一次我并没有拿 MVP 的打算。什么？预备！什么？这次不打算拿 MVP？ 臭丫头，还故意在耍我！加油！糟了，小梅可不能得到 MVP 的可能性。我发现还有一个。你说什么？你看计分板的分数，如果小梅子班掉车尾，一班跑第一名的话，小梅子就会变成第二名。哎呦，小梅子是最后一棒呢，怎么可能掉车尾？看吧，只要小梅子不要故意跌倒。哇，第二名的奖品是什么？是弹跳棒！梦想快要实现了！跳棒，好闪耀！哦，原来是小梅子，你给我过来！小梅子，不要跑！
们第一堂偏偏是国语。小梅子，你上课之前有办法写完吗？敏智啊，没有你的帮忙，我因为没完成作业被赶出教室的。那么我把我的作业借给你参考吧。谢谢你，这次你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啊。我看看是哪个家伙打我。小梅子，我都看到了。老师，不是那样的。你的努力还是很值得嘉许了，不过今天不上国语课。各位同学注意，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考试。啊，特别的考试？没错，现在开始要进行智商测验。智商测验？怎么不先说智商测验？好了，同学们安静。不只是我们学校，这是针对全国学生进行的测验，所以不用紧张。大家只要抱着轻松的心情回答问题就可以了。结果最让人感到震惊，老师们都议论纷纷。最让人感到震惊，那是什么意思啊？是因为智商太高而震惊，还是因为太低了而震惊？这个我没有听到，因为老师叫我赶快去上课，所以我只好离开办公室。我们要不要直接去问问老师呢？因为规定不能公开结果，所以老师绝对不会说的。等一下，你刚刚怎么会在老师办公室里呢？因为我是老师座位的值日生啊。啊，你这个星期不是值日生啊？我在花园踢球不小心打破窗户，所以被罚打扫。哦，是吗？这真是个好方法。是谁往办公室方向踢球的？到底是谁？是我跟多多打破的，老师对不起，我们会打扫办公室。好聪明啊！哦，你们两个怎么这么顽皮，三天两头的闯祸？老师现在要去会议室跟学生家长面谈，你们要把这里打扫干净。是。哎，放在哪里啊？哎，你快点找找看啦！桌上的资料实在太多了啦，到底放在哪里？终于找到了！你不要停下动作，表现得自然一点。哎呀，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里？天哪，擦得闪闪发亮！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哪里快呀，都过了半个小时了，我还以为你们随便擦擦就走了呢。因为有太多灰尘了。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快回教室吧。没关系，老师，办公室里还有很多我们要打扫的地方。已经打扫得很干净了，还要扫哪里？不用了，回教室吧。你捉到了，雨熙，你这是在做什么？假装跟我打架，把我推到书桌那边，快点！你个臭家伙！你怎么可以真的打我？看那个！太过分了！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在办公室打架啊！给我把手举高一点，可以用这个取笑崔小梅一辈子了。多多，我问你，你对帮助有困难的朋友这句话有什么想法呢？崔小梅的智商是79这个秘密，我跟你要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 OK OK。 你们两个把手举高一点，罚站的人还这么多话，
真是吵死人了。你什么时候开始站在那里的？这个吗？我好像没有义务跟你们说这些吧。他应该没有听到吧？哎，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一般崔小梅的智商居然是什么79？嘘，小声一点。真的一个都没有看到吗？真的没有看到，因为老师们都在办公室，我们连找都没有办法找。两个没用的家伙，你们的智商不用看也知道，连找个东西都不会，智商有没有到90啊？智商只有79。美智，我的脸上有什么吗？好奇怪，他们为什么盯着我们看呢？敏智，天啊，智英学姐，学姐你好。敏智，我记得你是301班的，对不对啊？他是谁啊？你可能没有看过他。这位是智英学姐，我妈妈朋友的女儿，现在是6年级。哦，对了，你们班上有个叫崔小梅的吧？这件事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哦。那个崔小梅听说智商只有79，哎，什么？好了，小梅子，这一定是谣言，你冷静一点。这个数字也太巧了吧！不是80，也不是70，明确的说是79，这表示一定有什么。等等，那是什么？金鱼！天啊！是哪个人做出这么幼稚的行为？天啊，小梅子你来啦！你去哪了？现在才来？该交的作业你都写完了吗？写作业如果有不会的题目，你可以随时来问我，你知道吧？你说什么？是啊，朋友之间本来就要互相帮忙，不要每次都抄敏智的作业，自然作业可以找我。你要说谎，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你们散布谣言说我的智商只有79，对吧？什么散布谣言？你在说什么？你到底有什么根据说我的智商是79？难道你们看到我的分数了？啊，亲眼看到了吗？刚好偏偏只看到你的。不是那样的。这么说，是真的。小梅子，吃晚餐啦！喵，叫你吃饭没听到啊？喵，我等一下再吃。啊？我见到你最喜欢吃的香肠哎！我说等一下再吃，我现在不想吃，干嘛一直来烦我？你是天气太热中暑了吗？你在地上打滚，我都没有说你了。等一下，妈妈，过来这边跟我聊一聊。你又是怎么回事啊？总之不要管姐姐，先跟我聊一聊。哦，在学校做的智商测验结果出来了，姐姐的智商。什么？小锅巴，我的智商跟你差不多，可是我为什么会当人类呢？喂，你好。哦，天哪，老师好久不见了，最近好吗？什么？明天吗？是这样的，我们需要跟家长讨论有关小梅子的智商问题。哦，是，我知道的。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因为这件事需要跟您当面商量。这一次啊，我们学校做了智商测验，您知道吧？是，我听说了。因为小梅子的分数出现出乎意料的结果，为了小梅子的将来，或许可以考虑去别的学校就读。什么？去别的学校就读？我说老师啊，虽然我知道我的孩子脑袋不灵光，可是把他赶走也太过分了。什么？脑袋不灵光？我不懂您在说什么哎。这是什么啊？这上面写的分数是多少？179。小梅子，听说你妈妈今天来学校了。喂，各位同学们，
小梅，我可爱的女儿小梅子。大家来吃饭了。最近举办的全国五中小学生智商测验，位于首尔的一所国小出现了最高的智商。目前就读国小三年级的这位学生智商是179，据说是可以进入世界十大天才的高智商。哇，天才耶！天才耶！同学们，早安啊！哇，小梅子，我没想到你居然会这么厉害，我真的好开心。那么崔小梅，你以后还会继续在我们学校上课吗？上午我会来上课，可是下午就要去英才中心了。英才中心，真是的，一大早的就在那里吵个不停。对了，我忘了说了，我妈妈昨天不小心看到恩仙你的分数，很可惜的是刚好99。好，今天招会开始前，我要先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班同学崔小梅从今天开始下午都要去英才中心，因此以后下午的课不能跟小梅子一起上了。有重要的作业，大家要互相帮忙，知道了吗？是。有你的快递。哦，这是什么包裹啊？天哪，这是英才中心寄来的耶。这是什么啊？智商测验的谬误。哎，崔小梅，怎么回事啊？现在都中午了，不用去英才中心吗？我也不知道啊，突然接到教授通知说今天起不用去了。我们做出了崔小梅同学的智商测验是错误的结论，透过这次测验，我们得以发现智商测验本身有着极大的问题，因此才发表了这篇论文。喵。最近韩国英才中心发表的论文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指导智商179的郭小生的教授，因为发现了学生的理解力大幅降低的现象，在论文中提出了智商与理解力不。电视关掉，吃饭啦！妈妈，教授的论文真的连看都不看一眼吗？哼，我才不管什么理论呢，自古以来不可以用分数来评价一个人的能力。这么厚的论文用来当隔热垫刚刚好。哎呦，好冷哦。哎呀，一年转眼就过去了。十一月也快过完了，什么一转眼，漫长的一年终于快结束了。每次等到失去耐心的时候就会来啊。年底，你终于来了，萌。今年的年终奖金也如期进账了吧？下个星期我们就能吃到韩牛了吧？哇！来了！孩子们，看看那新鲜的牛肉啊！小梅子，妈妈在炖牛小排的时候，不要进厨房，先把作业都写好，要不然你就一块肉也吃不到。喂，你好，啊，敏智啊，小梅子，我今天可以去你家吗？因为我的家人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我打算买辣年糕去你家，你还没有吃饭吧？啊，真的很不巧啊，今天我们家刚好有客人，有点不方便。天啊，本来想到你家门口再叫你的，差点就失礼了。好，我知道了，那我们明天见吧。好，我们家什么时候有客人了？吓我一跳！姐姐，你该不会因为不想分享牛小排才叫敏智姐姐不要来？嗯。啊，那好朋友之间怎么能这样？就算是好朋友，也要等我吃牛小排吃饱了再说。
慢慢吃，多吃一点，里面还有一大锅。好。早。早。早安。小梅子，早安。哦，天哪，小梅子，你为什么要在衣服里面塞足球？我的肚子真的看起来那么大吗？那是肚子吗？昨天不小心吃太多了。你说家里有客人来，看来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真是的，我还带了这个来想跟你一起吃呢。啊，巧克酥！昨天我哥哥买给我的，我忍着没吃，想带来跟你分享。是吗？就算是好朋友，也要等我吃牛小排吃饱了再说。来，肚子很饱，还是一起吃吧。好，谢谢你。敏智有好吃的东西，一定会第一个想到我，我却那么小气。对了，敏智，你今天晚上要不要来我们家一起吃晚饭呢？谢谢你邀请我来，那我要开动了。这是什么味道？是很好吃的味道。原来你也很懂得品尝美食啊。啊，对了，还有生菜我忘了拿出来了。不用了，我没有关系。既然要吃，当然要好好吃一顿呐。好咸，怎么越吃越咸？喵，喵，喵。敏智，多吃一点哦。小梅子，今天我吃得很开心，明天学校见，下次再来吃饭吧。不用了，这样就够了。那我回去了。我回来了。妈妈，我要吃饭，我肚子好饿。怎么了？你不是说要在小梅子家吃过晚饭再回来吗？科长，这次的年终奖金你要用来做什么？孩子们说要吃韩牛牛小排，所以都给老婆了。啊，对了，夫人的做菜手艺是一流的，真让人羡慕。不要提什么做菜的手艺，是因为平时没有机会吃韩牛才会吃的，那个味道真的很恐怖。不是说孩子们都吃得津津有味吗？你把肉丢给每天只吃草的肉食动物，就算再难吃他们也会吃。敏智，你今天不用去补习班吧？要不要去我们家吃晚饭？不要了，小梅子。换我邀请你吧。我妈妈说要炖牛小排，叫我带你一起回家。真的吗？不过你没关系吗？什么？因为我很挑嘴，有可能会觉得你妈妈做的不好吃哦。阿姨，这个到底是什么？什么？你是说炖牛小排吗？这真的是炖牛小排吗？口感柔软又有嚼劲，充满肉汁又入口即化。到底为什么那样对我们？你今天是又怎么了？妈妈对那么高级的韩牛到底做了什么？居然会做出那么难吃的炖牛小排？你说什么？我刚刚在敏智家吃了炖牛小排回来，好吃的程度跟妈妈做的完全没办法比较。那是什么话？哎呀，你在敏智家吃了什么？一回来就胡言乱语。因为太好吃，我偷带回来了。妈妈自己也吃一个看看。你干嘛像乞丐一样带这种东西回来？因为太好吃了。我要，我要。真的好好吃。
太夸张了吧！我也来尝尝看吧。就算那个真的很好吃，也不可以直截了当说比妈妈做的还要好吃啊！所以把孩子养大一点用都没有。这水怎么一点都不冰啊？奇怪，我在这里的牛小排去哪里了？阿姨，可不可以用这些肉帮我们做炖牛小排？小梅子，你这个坏丫头，你要跟妈妈的脸要有个程度。喂，你好。哦，晨曦妈妈，我是小梅子妈妈，你现在在家？小梅子妈妈，这个时间怎么会打来？晨曦妈妈，哦，你说过你有韩式料理师证照吧？我孩子们的口味我自己负责。孩子们，爸爸回来了。妈妈呢？不知道，我们回来就没看到她。爸爸，我们肚子好饿哦。家里没有饭吗？妈妈没有准备好就出门了吗？炖牛小排，还好只要花一天的时间就能学会。小梅子妈妈。哦，哎呀，好久不见。你刚刚去买菜呀？可是你怎么会买这么多菜呀？有客人吗？哎呀，因为这个周末在活动会馆有餐会，要招待老年人吃顿饭，由我负责买菜的工作，而敏智妈妈则负责做菜。你刚刚说什么？你说敏智妈妈要负责做菜？敏智妈妈的手艺本来就很好，听说这一次打算做炖牛小排。你们还需不需要人手？请多吃一点的哦。对，请各位慢用。哎呀，这个还真好吃。啊，天哪，看来炖牛小排真的很好吃。啊，对吧，小梅子妈妈。哎呦，好多脏碗盘啊，我看我来洗碗好了。不用的，洗碗的事交给我。梅子妈妈快回去吧，做这么多好吃的菜一定累坏了。妈妈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肚子好饿哦。冰箱里只有泡菜而已，我们要吃饭啦。Yes, 这个是妈妈自己做的，不好吃。我只问一次啊，要吃泡菜泡饭，还是吃难吃的肉？我们要吃的。小梅子妈妈，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谁都有失手的时候啊，毕竟你才刚学会不久，会失手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啊？你在说什么啊？我哪有失手啊？餐会那天的炖牛小排啊。哎呦，那个啊，我是照我原来的方式做的。什么？这些都是炖牛小排吗？我把剩下的包回来，冰箱就装满了，我就知道没有人会吃我做的。这下子我赚到一个月的菜钱了。